近日手不是酸疼的厉害吗？都已经做了2副呼吸护臂了，这个奴婢做。没事，我做吧，这是给季太平的，擦了江雨冰送进来的药，手好多了。只是他想进来剔除看看也难。咱们落到这个地步，江雨冰这么有心，已经是很难得了。索心，其实你是可以和江雨冰在一起的，不必跟我到冷宫来。不，奴婢跟主的情谊比什么都重要。姐姐，姐姐，好像有人在拍门。去了，姐姐。可是你得学会护着你自己啊，海兰。我护不了我自己，我是一个不中用的人。海兰，不是的，你很聪明，你一定能护住自己的。海兰，你记不记得当日白花丹的事儿？我受了委屈，是你跑到皇上跟前为我辩白。当日你都可以，今日辩不成了吗？当日我是为了洗刷姐姐的冤屈，见皇上到底是看重姐姐的。可如今欺负我的人不是位高权重，就是深受皇上的宠爱。我孤身一人，我又能如何呢？海兰，若不能凭一己之力护着自己，就应该借助旁人之力庇护自己。旁人之力，姐姐说的是太后、皇上。我一直跟在姐姐身边，太后是不喜欢我的，而皇上，我怕皇上。海兰，真有必要，哪怕是太后和皇上，你都得试一试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惧怕皇上，可是你也总不能一直活在那个暗影里啊。我不行，没有姐姐，我做不到。海兰，我现在身在冷宫，我没有办法护着你，你必定要学会护着你自己。你就要当你没了这个姐姐，人到绝境了，定要生出勇气。你活得好一点，我在冷宫就能安心些，知不知道？不要在这儿淋雨了，赶紧回宫去，换身衣服，暖暖身子，快去。
卓，您可真替皇后娘娘上心。这么晚了还为二阿哥诵经。娘娘为了二阿哥忧心忡忡，我理应为她分担。您为了皇后娘娘也算尽心竭力了。我能不尽心吗？就算我有私心，除掉乌拉那拉氏，也是去了皇后娘娘多年的一块心病，去了梅嫔和宜嫔腹中的孩子，也是顾了二阿哥的地位。还好有苏炼帮衬，我们算为他在做事了。如今高大人得皇上亲临，皇后娘娘又倚重您，您也算地位稳固。我就盼着荣宠如旧，膝下有子，便万事足矣。跪在这里足足两个时辰，等着大雨冲洗干净这肮脏心肠。这是当年海贵人送给冷宫里那位凑作一对的梅花香囊，海贵人对这香囊还真是日日带着。姐姐，姐姐，海兰，我现在身在冷宫，我没有办法护着你，你必定要学会护着你自己。你就要当你没了这个姐姐，人到绝境了，定要生出勇气。你活得好一点，我在冷宫就能安心些，知不知道？